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你觉得吗？那有没有洗？就在这边晒太阳，在这边睡觉，就是他小时候的照片。哇！你是谁？一起上去吧！今天要干嘛？耶！终于接下来旅行，开箱回家了。Yes！ Yes！粉丝的行程，哦，这粉丝的行程，哦，我进去了，可以。耶！先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今年粉丝送的生日礼物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小夜灯吧，但我没有充电，它就是先当一个就是开门的那个欢迎的小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妈妈在煮饭。阿姨好，是他们，这是他们等一下要吃的东西。哦，是姐姐吧？谢谢你。这是我弟弟房间，然后这是我妈妈房间。然后为什么会贴这个呢？就是我在逼我妈学韩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个，你就可以哦，可以先念一下这个韩文这样子。然后这就是我的房间，然后我们都是这个上下铺。我们如果躺在房间的话，我们是打电话互相沟通的，我们不会走下来去房间说，哎，那个我要干嘛干嘛干嘛。我们打电话，哎，我要吃饭，然后妈妈就出来煮饭这样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前进泰拉房间了。好热，有香味吗？灯吗？应该是不用开灯啊，这黄灯。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开箱泰拉的家，我第一次到主持人家，你看我现在，我很感动，又很紧张，又不感动，不感动的人，不康人。够了够了，对，泰拉的毛毛在家。今天要下泰拉，好好土下，太可怕了。我们就要戴上这个看起来要像在书局买的面具，看起来好像更帅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所以才要讲的。还有这个我是墙壁的布，效果就会这样。好，那你吓一吓观众吧。即将第一次进入女孩子的香闺，核废料是什么反应呢？好香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就躲在这里好了，等一下就扮成鬼，然后躲在这里。我们现在选好地点了，就是在泰拉的房间，他来介绍他的家的时候，看棉花糖，棉花糖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事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等泰拉的计划。他说，哎，那个我要干嘛干嘛干嘛，我们打电话，哎，我要吃饭，然后妈妈就出来吃饭这样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前进泰拉房间了。有香味吗？开灯吗？应该是不用开灯啊，这黄灯超丑。哇！你们？是我弟吗？你觉得你弟会做这种事情吗？我弟会啊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他刚刚说太可怕了。我想说，不是啊，不怎么会有人在我房间，然后一转头看，哦，吓死了！欢迎核废料。耶！哦，太热了。你不是被那个吓到，就被泰拉吓到，什么没看到泰拉的味儿？还有谢谢泰拉妈妈的全力相助。哇，这阿姨很会演哎。哇，如果镜子是斜的，我就看得到。我们都算准了，完呢！我们是有建中高材生，他刚刚在那边用数学公式算的，然后这个三 A 加三 A 对。耶，我们就重新整顿了一下。核废料，还是先跟龙龙介绍一下核废料是谁哦。你好，核废料是建中的女神。高校女神第一排行榜，对，你好你好，幸会幸会，我是榜首，幸会女榜首。建中下课十分钟遇到了神人，这房间是你亲手布置的吗？哦，对啊，就这个是组装好之后，照我幻想中的房间，然后去布置的。虽然就是这边对高的人很不友善，很有压迫感。平常就在这边，我就是躺在这边啊，然后不然就坐在这边。哦，所以你会躺在这里？嗯，就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哦，还是硬硬的，还是何必要躺看看？
还没洗澡不能睡。但是你已经踩上去了。这边是还没洗澡的时候躺的。欸，我看过那一件诶。你说这件吗？紫色紫色那个。哦，这个吗？对。这边是照片区。我刚刚就躲在这里，扮成金泰亨。这是我们去年交换前年交换礼物的时候拍的照片。哦，这个是今年生日的时候粉丝送，我觉得他画得很好，而且棉花糖也画得很可爱。差不多就这样子啊，很少，没什么东西，然后其他就是贴起来好看而已。然后还有可爱的地毯，你觉得超可爱的吗？我们的棉花糖大大，他还自己叼垃圾上去玩哦，因为他现在就是把自己抓伤，所以我把他带这个，然后他就会在这边晒太阳，在这边睡觉，这是他的地盘，这边就是杂物区。什么是杂物？对，你被鬼现在在杂物区。欸，那有没有你的相簿什么？在地下室，在仓库。毕业纪念册，毕业纪念册在我外婆家，现在没有在这里。哈哈，想翻翻不到，这是刚蓉蓉写的。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我很健忘，所以我会把就是我的日程记上去，就是1、2、3、4。这个是你吗？哎。啊，对，那是我，好可爱哦。是我没有相簿，这里有他拉小时候的照片。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小就是照片记录生活的东西嘛，所以就会抱着娃娃一、娃娃二、娃娃三，还有娃娃四，然后放一个就 BTS 的照片在这里，然后一个置物的小篮子、垃圾桶、加湿器。我躺着的时候，我的脚根本没有办法伸直。我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抬腿什么的，但是还是蛮方便的，还是有它的方便之处。超大，笑死！你看，你用它在翻我的相框。我你看，全部都好扯。何必要可以接到自己的另外一半这么的追星吗？哎，但我现在有收入。哎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追我的话可以啊，整面墙都是自己的。第一代的手灯，第二代的手灯，第三代的手灯，第四代的手灯，才是证明。你为他买了一个柜子吗？哦，对啊，原本就放了。专业阿米看到会失心疯。真的，我自己都觉得蛮扯的，所以我现在有收敛一点。反正这些都是相对比较难买的。因为我藏起来，你看不到。那是 BTS 的。那个。他刚刚讲一次臭臭的脸吗？那有没有洗？但是我真的不敢算有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财力证。我如果真的地震来，我真的是直接我死了。那个柜子。妈妈现在在拌的是那个韩式的杂菜，然后这个是辣炒年糕嘛，就是鱼板汤。我跟你讲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今天开箱我家就结束了，非常的快速。谢谢何贝老师，今天特别来我家，就虽然把我吓了一跳。拜拜。耶，真的是谢谢。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被我们就是一起上学把他吓到了，结果没想到，真的是败在何贝老师这一关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妈还会串通起来的。下次想去看谁家呢？泰拉衣服好多，你看衣服倒了，是泰拉趴了吧？